跑去贴在墙壁。可以放吗？有啊，有那个男生在那里，但是很影哦，所以是女生。不要乱拍。我在录影。对。哦，所以我不知道你在录影啊。啊，为什么？没有丢脸的事情，没什么好不好？是因为我现在拍我光明正大。我在录影。啊，不懂。好来，现在把所有烦恼抛开。你去拿CD来放好了。小孩子头发烫去了。这个CD。